四边吧。像啦，单中性，不是这么闲嘛哈？听我人话哦，我跟你想得很，你爱对调调是对啥意思啦？你单中性，我实在是足好奇的呢。你安尼拍书做真呐，上天下地的代志做啊，在你真正都唔惊，啊，唔是啊，真正困会去哦。你确定要伫这个所在跟我玩哦？既然你讲，这边话人拢会衰，那呢我就该定调调啊，把你衰到那边呢？啊？你袂记得？我不跟你讲过啊，我这个钱我是留给你的呢。你当做啥啦？放下！你惊啥话啦？你不是讲你要继续纠缠我，要搁重新给我毁掉一遍？这紧就救回来啊！你做了变到这款的作风啊？当然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为着要保护雅杰，董俊阳才有晴天。这世人，我朱丽萍跟你单中性配到底。就算讲伊是你的亲生爸爸，又该安怎？哥哥在伊的人生最后路程的时阵，赚一碗烤的面食就好。食什么汤圆饭啊？我这支手嘛是要留给你的，当然嘛要跟你对调调，啊，不然我的手残是要给你啊。现在我的后生新妇拢在你家，我当然嘛爱带因我来家，对不？啊，你唔知叫做真正一家人对，应该讲，等我的手残若发威了后，跟你克死啊！安尼，阮一家口啊，同个顺利接受你这一切，对我来讲。这是真正有意义的团圆。你这个当家大少爷，拢还未享受到当家过去的光荣，就给我朱丽萍克死啊！就去苏州备案。是讲若是真安尼哦，你慢慢烦恼啦。我一定会烧足济足济金银财宝给你，让你有够用，让你伫个另外一个世界嘛过甲足逍遥足自在。朱丽萍。我知道你对我无真心，我只要看你要变啥样，阁会当对我安怎？四十年前啦，无意外原本你的行李还有你的计生，就应该搬你来这个厝。虽然讲有晚较侪年啊，啊，不过这嘛表示讲咱这对古精灵是另外一种的圆满。你像你讲。命运由我不由天啊！结果你嘛赶快来照天公伯下安排，又过来个家，这就注定好啊！咱两个人啊是要行做伙。你若真正这爱人拜哦，啊，等你若翘起，我再把你的相片挂一边，照三顿给你拜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你得记哦，你到时阵要甲拜啊。没关系啊，如果无感情，好个命。你袂去参与吗？你不来我家，我看来要吃。哼，陈忠贤，对啦，我是知你这个人哦，野心一向拢足大个啦，食铜、食铁、食阿鲁米，啊，不过我慢慢想袂到。现在连我煮要给你吃的丸子你也抢要吃了，这要给你吃，不用吐、你不是以后都很孝顺要吃我煮的料理吗？你也算是吃有对啊，我那才对啊，不是你没来没钱煮要给你吃的东西要做什么？那两明天哦，我的哦。是谁跟你讲，卵一定是你的啊？你敢无法度证明？这卵顶面敢有写你的名？
你要吃苹果之前，免先问一下哦。啊，别，哎，苹果我买，你做一下，免问伊，我有杀猪。